大家好，这里是小熊美食频道，我是大熊哥。今天我们来做个粉蒸肉吃，我们用到一条亮亮的五花肉、葱姜蒜，还有蒸肉米粉。这个五花肉啊，改刀切成这样的薄片。把这个葱姜蒜啊，全部给切成末，下来腌这个五花肉啊，放个葱姜蒜末，来点蚝油，少许辣酱，蒸肉米粉适量，加一个瓶盖的白酒去腥，加一点点水，捞匀摆盘，准备上蒸锅。快40分钟啊，肉越厚啊，蒸的越久啊，蒸一个小时也没问题啊，越蒸越香，越蒸越软啊。我们关火出锅，开开看一下，哇，太完美了 ，beautiful！ 撒入葱花，点缀一下，头上点点绿啊，生活才过得去啊。男人头上要顶顶绿帽子，